伞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，不论是下雨还是艳阳高照，出门都得用到它。为了方便，大多人都喜欢折叠伞，因为它不占空间。但是这种伞也是有利有弊，它的弊端就是不好收纳，尤其对强迫症患者来说，那皱巴巴的折痕真的非常影响心情。所以那些强迫症们终于坐不住了，于是就发明了一款不用担心褶皱的黑科技雨伞。这款雨伞名为 Target 伞，它是由中美英日四个国家的大学设计团队共同研制的，它的核心技术就是 Smart Patch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想要将一把普通的雨伞按原样折叠好，可能需要5分钟，而且还未必尽如人意。然而这把 Target 伞就不同了，想要将它还原，只需5秒钟就足够了。这是因为伞的内部贴合了不同厚度和韧性的贴片，这些贴片能使伞面按照一定方向合拢，而且每个贴片都是有记忆的，不管你怎么蹂躏它都能回归原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折叠速度快之外， Target 伞还可以瞬间甩干，只需要轻轻一甩，整个雨伞伞面都会变干。这是因为伞面采用了一种可再生资源涂料 Teflon Eco Elite，它会形成疏水层，只需要轻轻抖两下，原本湿漉漉的雨伞就彻底变干。另外它的防晒能力也十分强大，可以吸收 90% 的紫外线，所以不论是遮阳还是挡雨，只要一把 Target 伞就可以全部搞定。广大的强迫症朋友们，你们的福音来了，赶紧入手吧。好了，本期的宣传